先跟你全力告知哈，你现在涉嫌诈欺通缉哈，我们会依法跟你逮捕，可以请求调查局的证据，可以请律师，哦，可以保持沉默。我带证件吗？跟你借一下。监护人来领回，全力防止发生暴力冲突，遏止不法犯罪及宣示本分局严正执法的立场。